季总如果要开了我，我现在就等集团的书面通知。江总，你心虚了？你的手机里是不是就有证据啊？那季总的结论有证据吗？我不想在这跟你辩论，这是命令，你的手机必须交上来。 季总、江总，高董来了。你们二位啊，身为集团副总经理，闹成这样，太难看了吧？高董。 我想把事情查清楚，总不是坏事吧？不像有些人，今天为了私欲可以陷害阿健，明天就能威胁到整个集团。那江总，你怎么说呀？我问心无愧。姐夫，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凭空揣测的。 那天他拿着破碎的酒瓶子威胁阿健，但证人可不止三五个。还有，江远星刚接到鸿鹄计划的时候，他就跟子健发生过多次争执。难道说这个视频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？你要这么聊啊，那无法得出结论。我有证人，江远星身边的人举证，这个视频就是他搞出来的。 我说远星啊，你可别忘了，是我一手把你提拔起来的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啊？季总，不管什么人证，这事儿我绝对没干过。你敢对质吗？没问题。好，那我就把证人叫过来。行了，你们俩也不要再说下去了。保安队长说。 监控坏了，你清楚是怎么回事吗？我不管你们过去有什么摩擦，从今往后，我不希望再看到这种事情发生。小安，诬陷我的人是你吧？ 我不知道季总没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这么明显的坑，你为什么要往下跳？季总他威胁我，他说会直接开除我。你跟了我3年，我们一起做了这么多项目，你怎么可以？雪姐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害怕。要不这样吧。 马上来我办公室找我一趟，我们谈谈。按照以往惯例，江远星会毫不犹豫地开除小安，他没有冲动选择这个性价比最低的解决方案，而是计划安抚小安，留下做内应，随时汇报季冬梅方面的动向。 帮我开一下陈晨先生的套房。你终于给我回电话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我留信用卡给你，就让你这么烧的吗？ 我捯饬自己不也是，不是你的面子吗？这我来干嘛？因为太多了，拿不下。
东西就放这儿吧。你什么时候又换总统套了？哎呀，体验一下嘛。小时候老在电视里看，早就想体验了。蹬鼻子上脸这个技巧，你真的掌握得很不错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 花海梦乡，哎，你猜猜这多少钱？免费的，我告诉他们今天我新婚，来感受一下，花海梦乡。你慢慢感受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哎，你还没看这些呢。 LV 的包，GUCCI的鞋子，围脖，Hander 的钱包，都是送给我的。所有这些东西，都是给你买的。哎，你拿去退了。退不了了。有没有很开心？ 就还好吧，这些都还好，那你还要怎么样，才能特别开心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无非就是想自己事业有成，当老板，然后自己花钱买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物质上的需求只是最基础的，然后是情感和归属的需求。情感。 就是你给我买这些东西吧，这个是社交层面的情感互动，我很开心。但是在这之上，还应该有些别的吧？那是什么？受人尊重和实现自我。哦，那我知道，你是想让我自己创业。 我当上老板，然后受人尊敬。不是我想让你干什么，你要问问你自己。如果你只是喜欢刷卡的话，你什么都不用干，你爸的卡够你刷一辈子。我明白了。那你在哪个层面？ 我在努力的成为一个被人尊重的人。我觉得不是。什么意思？你看，你刚才讲了三个层面，而且是一层一层累积的，不能跳着来。所以呢？所以，依我的理解，你连第二层的情感需求都没有达成，就想跳级被人尊敬。 我知道你一个人完成不了，没事儿，我帮你，给我个奖励。什么奖励？如果我成功了，需要一个特别大的奖励。你想要什么？ 就是情感上的互动，那种能给人社交层面上带来幸福感的奖励。不要学我说话，那我直接点，做我女朋友，行吗？ 啊，我开玩笑的。你不
你不会信了吧？哼，怎么可能？啊，我猜也是。我本来想说的是，对吧？万一我成功了，给我当个秘书什么的。好啊，那你先成功了再说吧。 程程买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臭小子，花样还不少啊！您打算这些东西怎么处理？你不是说价钱他都撕了吗？一片心意，收下吧。你待会儿从我私账上支个1000万吧，怎么安排随他高兴。好的，我来安排。 这个是复印件，高先生的遗嘱里又增加了一个附件，上面多了一个继承人。还没填。附件二呢？顾律师保给了，我拿不到。 那高广义有没有透露什么重要信息啊？没有。只要你帮我把这些事儿办好，集团首席律师的位置就是你的。谢谢季总。 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，处于不同的环境，对于幸福的认知就各不相同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了，祝各位幸福，再见。回来了。嗯。饿不？不饿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说高广义有情人吗？ 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你大姐都去世那么多年了，更何况她那么有钱。哦，那有什么发现吗？可靠消息：高广义遗嘱上多了一个继承人，但还没有填上那个人的名字。你怎么想？姐夫有一个私生子。 他是想在遗产上分咱们兄妹一杯羹，这哪是遗嘱的事儿？你想想，子健最近这些倒霉事儿，他想扳倒子健，然后让私生子上位当董事长。嗯、这极光大灯魅惑的双眼。 这男人的双肾，这蓝天白云，这平滑而倾斜的车身角度，巴塞罗那男，啊，蓝，这车叫物超所值，看看这尾灯，这排气 ，M 系的蓝色刹车片高兴了，哎哎，碳纤维材质，我要亲自为他加冕，给他贴上车衣，这是我的梦想。 刚才说了那么多，我以为你肯定会买那一辆。哎，我之所以买这车，因为橙色是我的幸运色。真的，大橙子吗？来。
用我新车的高级音响给你听一首，我的最爱。 第一，24小时随叫随到。第二，对我这样对董事长一样尊重中带着恭敬。好的。你好，欢迎来到阿玛尼。你好。请问两位需要什么帮忙吗？啊，有什么事情跟他对接。<笑>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服务就行。哎。 是不是特别适合我？有点像那个电焊护目镜。程程，我提醒你，铺张浪费，我不会批预算的。谢谢。好啊，拿着，走。去那家。给你拿着，给你拿着。哎，这边都是女鞋。女鞋怎么了？买了送你啊。 想能不能？哎，过来这边，男鞋。你可以看看这边。可以。各位先生，看看这一款的话，是我国内首饰款的第一个入口，然后它是今年的一个新款，是一衣多穿的，非常彰显你的品质。入行。这件衣服我自己买的。 手放下。说好的尊重呢？少爷，您这边请，千万别摔跤。 少爷，小心您的辫子！少爷，我要关门了，出发。 萱萱，高子健，几年没见，更漂亮了啊！谢谢。阿姨不是说你下周才到吗？有点事儿，所以就先回来了。
点餐。你好，嗯，两位请先看一下。萱萱，嗯，你什么时间有空啊？我陪你去看看我家里人。行。 既然你这么着急的话，我就直说了。我妈跟你妈想让咱们俩结婚这事儿，你怎么想？我吧，我这个人你知道，我开门见山。嗨，随便你，你不用告诉我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也不用特意告诉你啊。 哦，可以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这个地方的牛肋排特别好吃，我建议你点一份，好不好？行啊，点什么都行。喂。 Hello, Andy. 萱萱，你回国了。 其实我已经到江阳了。一路上还顺利吗？嗯，顺利。就是时差还没倒过来。哦。那现在是下午，你是想？我想睡觉。你想睡觉？嗯。啊，给我打电话是？我把地址发给你，那就这样。 挂了。 上次在特吕希尔见到的是你。嗯，对啊，在那之前是加洛韦吗？嗯。宝瓶座伊塔距离地球170光年，陨石穿越我们难以想象的距离，然后在离地表100公里的地方燃烧。 化作流星，就在这个瞬间，被我们看到。宏大的景象，往往让我们认知到自己的渺小。我喜欢这种震撼的感觉。嗯。我们贴地前行，看他们在云间跳舞，于是我们便也感受到了绝对的自由。 这一切是结局，也是开始。我想你了。 师，腾俊，欢迎欢迎啊！二嫂，哎，二哥呢？哦，二哥在忙活着烧烤呢。哦，腾俊，嗯，我先去找二哥，你在这儿陪二嫂先聊一会儿。好，那我先去了啊。嗯。行啊，腾总现在，你这个点睛网蒸蒸日上啊！当初离开红叶，也是赌了一口气。 就想着你总得干出点小成绩吧，要不然，那不得被人笑话成丧家之犬了。这话太难听了，谁能怀疑你滕总的能力啊？哼哼，行了，季总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高广义的遗嘱增加了一个受益人，在我眼里吧。 嫂子可是从上到下满身都是心眼儿，也就二哥你能跟他过了。二哥，
当初腾俊怎么从总经理的位置上下来的？这事儿你知情吧？二嫂自己把海外市场给搞砸了，腾俊一肩把他扛下来了，结果呢？姐夫非得要追责，我们腾俊在公司这么多年的积累，就这样全毁了。的确让他受委屈了，所以才让你去劝他嘛。鹬蚌相争，可不能让人家得了渔翁之利。嗯，我会的。全靠你了。哎，穿差不多了，让他们来吃饭吧，我去烤。哦。哎呀，我不吃了，二哥。这年纪越大，饭量越小。石瑶是公众人物，随时要保持形象的。我也要保持形象。你保持什么形象？江阳台给我发了邀请，让我上电视办讲座。高教授，嗯，你要讲什么？是不是有钱不一定幸福？没人会相信您那套的。谁都知道您是高家人。嗨，别提这么高雅。咱们高家人，哼，目前的境况是前途未卜。怎么就前途未卜了？二嫂没跟你说呀？高广义要改遗嘱的事儿，说了。嗯，什么？改什么遗嘱啊？遗嘱上增加了一个空白的受益人。什么？高广义不想把遗产仅仅留给你们三个，还有其他的人。还有谁啊？空着的，想写谁就是谁。这事儿太离谱了吧！咱爸在世的时候，明明都说了家产是留给咱们的，可是这高广义入赘之后，信誓旦旦这么多年，他这会儿到底要干嘛？以高广义的为人，你还指望他在这件事上跟你讲诚信吗？不是诚不诚信的问题啊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没有我们高家的家底儿，他以前就是个卖皮鞋的。半年前红叶出事儿，我们家腾俊说什么了？一句话没有就走人了。他肩上挨了多少人的骂呀？这高广义，这个时候背信弃义，这欺人太甚了吧？他就是老狐狸，私下的手段多着呢。所以刚才我才跟小石商量，这个时候，我们才要拧成一股绳儿。二哥。你这话，我举双手赞同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咱们必须统一战线。但是呢，我现在确实是势单力薄，鞭长莫及。这话怎么讲？二嫂，目前呢，您先帮我，我要回到董事会。腾总，再给你添点酒。腾总，高广义一个人就占了53%的股份，另外还有两位董事是他的铁杆，你觉得我有本事把你弄回董事会吗？这办法不是都是人想出来的吗？我要是有办法，我这个总经理前面那个副子不就早就撤了？哼，高教授，您刚才说拧成一股绳，立刻统一战线，对吧？嗯。那既然咱们都统一战线了，您二位是不是也得拿出点诚意来呀？办法也行了。如果我回不了董事会，你们就别打算扳倒高广义。这顿饭之后，遗产高广义是留给他的小情人还是给他的私生子，在座的各位恐怕你们连智慧的余地都没有。
想吃肉还怕山呢？你们要是要脸，就别打算扳倒高广。吃啊，啊，能不能别总咱俩一块出来吃饭，你就在那玩手机。好了，我要开个车行。车行？啊，就我原先工作那个地方。哎，我给你科普一下，车行不仅仅只是洗车和贴车衣那么简单，还可以做简单的改装和维修。而且以后做大了，还可以向卖车店拓展业务。如果我能做成江阳这个地方的第一，也是个不小的生意了。凭什么你就能做到第一啊？哼，我有三大核心优势。第一，我懂车，我也喜欢。车行的老板我见过不少了，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你。比我懂的没我喜欢，比我喜欢的没我懂。又懂又喜欢。又懂又喜欢。继续。第二，资金支持。咱们高董事长啊，财力雄厚，作为我的天使投资人，想必他能够给我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创业。不是，你笑什么意思？肯定的意思啊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第三呢？第三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我创业的关键点就是你。先吃饭吧，吃完饭你让我看看，到底有多懂车。就在这儿吧。听声辨车，诚不欺你，大舌头的诚。怎么个听法？我可以直接听出所有的高端发动机的型号，说车型。我不信。我天赋异禀，你为什么不信呢？那就展示给我看一下喽。行，看好了。你闭上眼睛就不呼吸了是吗？能不能别打扰我呀？嘘，我继续听。宝马七系最低配。你别偷看。我什么时候偷看了？哎，我都说了我诚不欺你。来来，这样这样，你蒙住我的眼睛，我来听行吗？睡着了？没睡着，这不是没有高端车型吗？你耳朵还挑食啊？低端车型也能听，但跟咱业务不搭边啊。我们开的是什么高端车行？来来来来来，哎哎，最厉害的啊！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直可以信赖的人吗？心房，秋意渐凉，记忆忽
天。